Hello， 大家好。在拍摄影片的时候，收音往往是许多人会遇到的问题。那要如何让声音收得清楚呢？我们很多人会选择这个无线麦克风，那它适合在各种的相机或者是摄影机上面。那它不但携带方便，而且它的音质也很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用捷运的车厢来测试看看它可以收到多远的距离吧。那我们从第一节车厢开始吧。声音测试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在第三节车厢了，可是人超多的。第三节车厢声音测试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吗？有。阿姨，那今天因为假日人潮比较多，那我们测试的结果大概到第三节车厢就是收讯比较开始不稳定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测试的结果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到我们粉丝页按赞，然后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拜拜。